看我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是，我只告诉你下课。哇，他对我挑衅啊！怎么吧，什么 King？ 没有，这是基本的叔叔。我要叫什么？纪伦炸鸡店。喂，有了有了有了。狗狗上分列车，狗狗，狗狗，我来打一个跟叔叔上分列车。爆 Q 二十号要涨价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二十号要涨价？干，他涨价应该要付我一点，付我一点广告费了。太凶了，怎么可以对我涨价？太残忍了，爆 Q。染头发没有啊？没有要染头发，我要一身黑发，像个性感大妹一样。再来个锁纹好了。副本王，谁是副本王？副本玩，谁是副本玩？我也蛮常被开副本的、欸，吃到人面口水。没有，是我本来就口齿不清。那个安跟安，我都发音不太标准。对，我都会有点念不太清楚。副本玩呀、啊，副本玩。哎、欸，狮子王，哎、欸，我狮子王有练对吗？哦，有啊，狮子王。狮子王，你是说狮子王？狮子王，哎，对，狮子王，那个忍者哈特利那个狮子王，狮子王，好像我会练王。狮子王，我小学六年级，我被那个国小老师过去叫练习那个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哎，好像是，他一直教我，安跟安，他一直教我。哆啦 A 梦，对啊，他说要卷舌，要卷舌。我刚说我不会卷舌，我有帮你输出，我不要给他勾，有没有？我不给他勾，不给他回血，太强了吧，索文 King？ 没有，这是基本的，叔叔不要这样。你现在那个夸克的那个动画很奇怪，有吗？有改吗？变超快，变超快是怎样？那二技能就是勾到人。那一瞬间会瞬间拉过来，就感觉变很快。哦，你是说勾的速度更快就对了，是这样讲？对，勾到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回来的速度感觉更快。真假的话，欸，那他这样是改他勾的那个回来速度，啊，过去有变快吗？过去的感觉好像变短，变短，但也有一点变大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粗度就对了，他变粗，然后变，啊哟喂哟。啊有，哎、欸，他不吃吗？副本玩啊，我在看他们，看他们跳跳起来。不要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像哦。看个看个，哇操，我被狙到了，我下课了。那我应该也是再见了。我刚以为他控三个，我以为是开干的，你知道？结果他没事的，有点可惜。来中，哎呦哎呦，哎、欸，他很会蹲哎、欸，馆长深蹲救台湾。我来了，哎、欸，肥肥，我再输出，可以哦 ，nice。哎呦，来，运动，莉莉安，下课，谢谢 ，nice。要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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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有机会哦。我两颗，来，我晕 ，nice。跑，下课，我请搭配，不请，喂，我先走。没事，我有清醒。欸、我可以去吃他的蓝大福、欸欸、他们在吃龙哎、欸，哎呦哎呦，很想有，我再来吃，有点东西哦、喔，但是他都不吃钱哦、喔，超时系的、喔、都不吃钱，账户有缺腰，来，所以，哎，哎。哎、欸，这个力量是走出路了。哎、欸，张路好像有缺二连压哎、欸。嗯，可以继续，可以继续。复刻天宠，我这边有点没那么硬。哦、他们上路二塔跟都要掉。真的，他们冲小。加油！辛苦在修路，先把中路拆一拆。干我硬点，拿我的命堵住，力量过去。
我穿到一个蓝 buff。不行，中路你走，我要血洗他的野区了。哎，有戏吗？哎，看我，哎，他这个是，我只告诉你下课。哇，他对我挑衅啊！敢在我面前挂机 ？OK， 我出事了。OK， 苏美的。OK， 我哎，哎呦，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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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蹲了。我觉得要等一下哦。三个肉头。哎呦，可以跟可以。可以哦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呜呼！吸起来，宝贝，下课了他。Nice， 我这三指出力。Bucket King！ 哎、欸，他输了。好、啊，没有，双方跑得快，没闪输。加入我，来，等等来，我先推中，我先推中。一个回马枪，靠背靠背靠背，我气愤了，宝贝，谢谢。我以为我可以直接把他瞬秒，我只能来一手，是我想太多了。职业选手35岁就要退休吗？35岁已经有点老了，老了。如果以职业选手来讲的话，那个体力上会有点负荷不了。哎，都没了。那我们撤吧，我去开了。哎，双方好像可以夹哎，他们再打起来的话，可以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可以，那谁？感觉苏躲在边草。哎，没事，抓到一个绕弹，挂得到吗？嗯，没有绕弹。OK。我帮你看哦，我确定里面有没有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不急。吃吧吃吧，等待。我小时候听职业选手最适合的是16到23啊。我应该还来得及。你应该还来得及一年啊？可以哦，应该差不多。哎，好像差不多对吧？我来了。嗯，看你的乐意。嗯，4只、5只都点到。我可以哦，有戏哦。那个蓝朵一往前，我就直接，哎，叮当，哎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，看你了，下课，漂亮 ，nice， 哎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点他 ，nice， 我在，我在，我在走，勾到，哎呦，没事，在我心中你已经勾到了，更，我点他，我点他，退休要干嘛？跟着叔叔做 YouTube 香吗？我几岁哦？22啦，今年23啊。可是手机好像别人又说可以打到26、27左右，我也不清楚啦。但是就是会有体力上的问题啊。时间越老应该是越珍贵吧？没错。退休开爆 Q， 好像挺赞的、欸。有可能。可以耶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去找爆 Q 加盟。自己做一个啦。自己做一个爆 Q 哦。我要叫什么？纪伦炸鸡店，靠妹妹的买，很菜耶、欸。像我现在22岁，我跟你们讲，跟3年前比，那个体力就真的有点落差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可能我之前都是打到5点的，是5点半，然后现在是可能打到差不多2点左右，或1点左右，就觉得差不多该洗澡休息了。那个眼睛已经变成。本来是水润润的眼睛，已经变成干巴巴的眼睛了。再来就是那个，那个谢谢鸡，谢谢鸡，谢谢炸鸡，谢谢炸鸡店。爆 Q 什么好吃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鸡腿跟鸡翅啊。那鸡胸肉本来我本身就不爱吃，但是它的我是 OK 的。其实基本上整体都是蛮好的，除了这个其他我都没吃过了。